其实我在刚开始接触就是所谓的难民援助的时候，其实我第一年我非常非常大的心理的不适应，但后来我慢慢的调试了啦，就是觉得说，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么大的落差，然后也正因为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没有闭上眼转身走开，所以我们要继续持续下去，然后也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我们比较有容易让大家更多的人可以听到，可以知道世界上同一个同步的在发生，跟我们的生命如此大不同的事情，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的是举手之劳，都可以做一点什么。就是我们这样的钱，我们能够把它做到最大的效应。就像200美金，我今天放在这个叙利亚境内，跟我放在其他的地方，它所产生的效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是50块美金、1500块钱台币，我在其他的地方我能做什么？可是我在卢克邦难民营里面，它是一个老师一家子的薪水，你说够不够？当然不够啊。可是聊胜于无嘛，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开始。有些人会说，哎。干嘛就帮助那么远的人，又看不到，又不认识他们，为什么不帮助自己台湾的孩子？这不是也是同时大家一起好吗？你不可能成为你不知道的人。你如果完全一个你没有任何的教育、你不学习的人，他的世界永远就是这样子。你永远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，那你怎么可能去做任何的改变？当你的世界就是这么狭隘的时候，你连什么是改变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去做改变？所以我想，为什么教育这么重要，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无限的可能性。如果没有教育，你就是看不到，看不到你就不可能成为，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。